派遣任务于民雄国道一号北上256公里处，有一槽车与货车发生车祸，冲出护栏跌落边坡。救灾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，发现一名伤者已经自行脱困，由民雄91送医。另一患者受困于车辆且车头严重变形，立即使用破坏器材将患者救出。该名患者双脚骨折，双手搭受伤，呼吸困难，送往大林慈济医院急救。